ground shit.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水下的别墅啊。那这水下别墅呢，靠近这个海边的区域哦。然后我们要坐这台车子，哎，这台车很面熟，对不对？水下版的，哎，不用这个搜寻了吧？欧斯洛这个水下船只，哈哈，其实有点像潜水艇的样子，你就直接潜下去吧。其实游泳也是可以到啦，只是会游很久。所以我想说坐车子比较快啊。OK， 一下就到了，在这边啊。我想看怎么进去啊？会不会从这里啊？哎呦呦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八股一下，八股一下啊！对呀，从这边进去啊。哎，那这是什么鲨鱼哟、哦？还是什么金鱼吗？我看看，我游过去，感觉通道很小哎。哎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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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进来的，哎呦，车子卡住了啦，我先下车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好酷哦，好酷哎，是哦，所以他那个通道进来，水居然不会灌进来啦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也太酷了吧！你看，你看，这边是干的。天哪、啊，这跟麦块一样嘛，是不是？水，哦，酷！这个胖子在干嘛、啊、？I don't believe it！ 下去了，不好意思哦。OK， 我们这边还有潜水艇哦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杂物啊。哇，这边可以看到美丽的海底世界，好多鱼哦，游来游去的。陆续还是有水飘进来了啊，那个哦，他还活着啊！我下去看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是从下面可以上来的吧。下去，哎、欸，对啦，下面可以上来，然后下面有金鱼哎、欸。哦，等下就陪他玩，还有杀人鲸，我看到了，先爬上去看一下。有海豚，狗狗居然在看海豚啊。你去二楼看一下好了。哎，辛苦你了，大妈，帮我打扫房子。哦，这个镂空的。这是我的房间，等一下，东西好少，我是不是应该改装一下？先这样好了。哎、欸，你这边怎么躺在这个床上面啊？走开、欸！哇，帅哦，欣赏他哦。哈，踹我！再去楼上看一下，楼上应该没什么的吧？哦，第三层，这边有喷水池啊，是怎样？不会弄脏吗？Tracy、Jimmy 他们在这边，不要害怕 ，OK？ 只是推了他一下而已。OK， 另外一个通道从这边下去，然后旁边还有 OK， 这楼梯应该是从。旁边可以上来的啦，上面应该是类似停机坪吧。哇，好多沙发，但是有那个喷水池真的很怪。等下这什么啦？这什么？这是一只鸟吗？撞球桌？快走，快走！你去楼上看一下。OK， 这一层楼中楼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沙发而已。然后再上去就是算顶楼吧，顶楼有 OK 有小船，然后有桌子椅子，
还有小海沙，然后再上去就是停机坪了。哒啦，介绍完了，靠近这个洛森都还蛮舒适的，随时可以过来这边欣赏一下美景。我们先跳下去看看啊、哦，咻哦，姿势百分百啦，陪这个金鱼玩一下。大只哦，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他们呢、啊。如果攻击他们会怎样？被吃掉吗？我没有武器啊，装下。硬要戳一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砍不到人啊？哇，这眼睛好大、啊。嘿，嘿，嘿，居然砍不到哎、欸！怎么可能？无敌的吗？不会吧，它只是一个物件哦、喔。那我去跟鲨鱼那个算是杀人鲸玩一下吧。有鲨鱼哎、欸！来来来，我回头砍一下。怎么都挥不到啦？欸、有啊，它有损血啊。真的不会动哎、欸！另外一个杀人鲸在前面的样子，看到了在这里。来来来来来，给我砍一下！呵，呵，呵。OK， 我觉得它应该只是一个模组而已，它不是真的杀人鲸。你看，因为它真的话会咬我。嘿。OK， 这个模组就要到这边了。喜欢别忘了。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！我们下期再见。我先上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把车。